鼠小弟的小背心。鼠小弟的妈妈给他织了一件红色的小背心，你瞧他神采奕奕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有多喜欢这件小背心了。这是妈妈给我织的小背心，挺好看吧？我要去给我的朋友看看。鼠小弟遇到了鸭子，鸭子说：小背心真漂亮，让我穿穿好吗？鼠小弟有点担心鸭子穿不进去，他有点迟疑地说：好吧。鸭子比鼠小弟的身体大多了，他摇着翅膀使劲儿穿，我摇，我摇，我再摇，啊，穿上了。鸭子自言自语地说：有点紧，不过还挺好看吧。鸭子穿着小背心，摇着翅膀往前走。鸭子遇到了猴子，猴子说：小背心真漂亮，让我穿穿好吗？鸭子瞪大了眼睛，想了想说：好吧。猴子比鸭子大多了，它耸起肩膀使劲儿穿，我拉，我拉，我再拉，终于穿上了。猴子自言自语地说：有点紧，不过还挺好看吧。小背心太紧了，猴子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它有点不舒服，只好耸着肩膀往前走。猴子遇到了海狮，海狮说：小背心真漂亮，让我穿穿好吗？猴子皱起眉头，想了想说：好吧。海狮比猴子大多了，它缩着身体使劲儿穿，我缩，我缩，我再缩，终于穿上了。海狮自言自语地说：有点紧，不过还挺好看吧。小背心的确很紧，海狮像被绑起来一样，步子都迈不开了。海狮会遇到谁呢？还会有更大的动物要穿小背心吗？哈哈，海狮遇到了大狮子。大狮子说：大狮子会怎么说？咱们一起替大狮子说：小背心真漂亮，让我穿穿好吗？海狮有点惊讶，啊，你也要穿？不过他还是说：好吧。大狮子可比海狮大多了，他不得不把身体站直了，使劲儿缩着肩膀，我缩，我缩，我再缩，终于穿上了。大狮子自言自语地说：大狮子会怎么说呢？跟我一起来。有点紧，不过还挺好看吧。大狮子的肩膀被拉得紧紧的，僵硬地站在那里，谁会来跟大狮子要小背心呢？是一头驴子。驴子说：驴子会怎么说呢？咱们一起替驴子说：小背心真漂亮，让我穿穿好吗？狮子看了看驴子，驴子也许能穿进去。于是狮子说：好吧。驴子伸着前蹄使劲儿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我再跳，终于穿上了。
驴子自言自语地说，驴子会怎么说？咱们一起替驴子说。有点紧，不过还挺好看吧。小背心太紧了，驴子的屁股腾的一下翘起来，两个前腿停在半空中动不了。现在还有没有更大的动物来要小背心呢？啊，大象也要穿小背心。大象说，大象会怎么说呢？咱们一起替大象说。背心真漂亮，让我穿穿好吗？驴子呆住了，都来不及想。好吧，就是太紧了。大象太大了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终于穿上了。大象自言自语地说，大象会怎么说呢？跟我一起来。有点紧，不过还挺好看吧。小背心紧紧地勒到大象的肉里，大象咧着嘴使劲拉着小背心。这时鼠小弟走过来，看到大象穿着他的小背心，心疼地跳了起来。哎呀，我的小背心，快还给我。大象把小背心脱下来还给了鼠小弟。鼠小弟穿上小背心，可是小背心被拉得太长了，像两条绳子一样长长地拖在地上。鼠小弟好伤心，他心里想，我再也不能穿我的小背心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有了！大象用长鼻子挑起了小背心，小背心像秋千一样荡了起来。鼠小弟这下高兴了，哦吼，荡秋千喽！大象和鼠小弟荡啊荡，一直玩了很久。